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 Costco 的健康养生好物。因为最近是疫情期间嘛，大家都比较注重身体健康呢，还是很重要的。那我希望通过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一点的食物呢，帮助大家把身体都好好的养起来。那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绝对的养生食物，就是这个。搭档，它是一个干海参，这个包装呢，它是加拿大产的海参，然后它写的是野生捕捞的，并且它的海参呢都是开口的处理过的，也就是说你泡发之后呢不用去剪它。这海参的泡发方法也很简单，你要选择一个没有油的容器，因为如果容器里面有油的话，会让这个海参滋生细菌，它就会腐烂。然后把海参装到容器里面，加满纯净水或者过滤过的水，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当中，12个小时拿出一次，再换水，再放进去，再过12小时，一共48小时之后呢，你可能就会忘记这个事情了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48小时之后要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然后开水煮1个小时。之后就可以正常的食用了，你可以炒它、蒸它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我特别喜欢把它蒸，然后加上一点蒸鱼豉油，味道就很好，做成粥也很好吃。这个真的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它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，而且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，对身体弱的人来说，它非常能够帮助人提高免疫力，而且价钱呢，在 Costco 买真的算很实惠了。当然，大家也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，因为我在 Costco 看到过很多别的品牌的海参也都非常好，所以你能买到哪个都可以。因为主要是因为 Costco 价钱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，所以我才选择买这些。第二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韩国的高丽参饮品，然后这一大盒里面呢是3个包装，是这样的小盒，然后每一个小盒里面呢有10小袋。是这样的，小袋包装还挺方便携带的。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撕开了，直接就可以喝了。这个饮品里面除了有高丽参，还有枸杞、人参、红枣和姜的成分，就很补呀。然后它人参的口味不会很重，有甜甜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像，味道比较淡的那种板蓝根加上糖的味道，比较适合体寒的人，尤其是冬天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适合喝，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，你千万不要喝，这个就比较适合体寒的人，也比较适合年纪大的人喝这个东西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燕窝的一个饮品，哇，好重啊！这个是一大盒，里面有8个，然后每一瓶呢是这样的独立包装，也是很方便携带的。这里面写着没有防腐剂，然后配料表里面写着有。纯净水、燕窝、冰糖和稳定剂，然后你这里能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燕窝在里面，它口感呢就是偏甜，有点像喝银耳糖水的感觉。我觉得也就当饮料喝就好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保养的功能，因为它毕竟是有燕窝的成分嘛。一箱是8瓶，然后是20块美金，然后一瓶的话也就相当于2块多，价格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下面就是这个，是韩国的蜂蜜柚子姜茶。这个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它里面有姜的成分。就如果说你喉咙痛啊，或者是比较寒冷的时候喝这个很舒服，就因为它里面有姜的成分，然后再加上柚子和蜂蜜的口感，真的很好喝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欢那么甜的话，就可以少放一点点。下面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海鲜，包括冷冻的和新鲜的，比如说那些鱼类、贝类和虾类，价格在 Costco 真的非常实惠，而且口味也有保证。因为它们都在冰箱里，所以我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展示。我特别喜欢 Costco 的三文鱼和虾，有的时候幸运的话可以买到新鲜的扇贝、龙虾，都是很好吃的。价格也非常实惠，跟别的超市比的话，而且再加上海鲜跟其他肉类相比，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个人很喜欢 Costco 的海鲜，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接下来就是这个核桃蔓越莓的面包，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，是我吃过 Costco 或者是其他超市这些所有的面包当中可以说是第一名的好吃的。它首先用的是裸麦和黑麦，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核桃，真的是太大方了。这面包呢，外面虽然感觉硬硬的，但是里面呢是非常的松软。我一般喜欢把它搭配果酱啊、花生酱啊，或者是直接放上芝士，就能把它变成非常好吃的早餐，而且还有营养，饱腹感非常强，也很适合减肥。这个绝对是强烈强烈推荐给大家。Next 是这个牛油果的酱，这一大盒里面有16个，然后里面都是这样的小包装，一盒一盒的，可以携带哦。然后早餐的时候呢，我喜欢把它涂在面包上面，或者直接吃。它首先是有机的产品，然后它成分也很简单，就是牛油果、柠檬汁、盐和一点胡椒，所以它的口感要比直接吃牛油果要好吃得多。而且呢，大家知道牛油果本身就是很健康的东西，它有很好的不饱和脂肪酸，有丰富的钾和膳食纤维。偷偷告诉你，还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蘸酱、蘸薯条或者任何东西都非常的好吃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Costco 各种各样的保健品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比如说一些常见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和像这种就比较正常的一些保养品，还有就是对骨骼好的呀，和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保健品。我特别喜欢去 Costco 买这些，因为首先它的价格实惠，而且它的品种挺齐全的，各种品牌都有。而且每次我回国的时候也很喜欢去 Costco 买这个当成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，特别是疫情期间或者是流感的季节，维生素 C 还是很重要的。下面呢就是这个大盒的这种坚果，这每一大盒呢有多种的坚果的组合，我这个里面呢有杏仁、开心果、山核桃和腰果，这一盒我觉得能吃上大半年吧，因为这些坚果呢对身体还是很好的，它有很好的蛋白质啊，然后它还有很高的钙、维生素 D、 各种微量元素，总之坚果经常吃是绝对不会错的，所以我一般会买这种大盒的坚果放在家里，什么时候想吃就吃一吃，味道也挺好的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阿萨伊的饮料，对，好多人都读这个很奇怪，这个东西读阿萨伊，中文呢是巴西莓，然后它也是公认的 superfood 超级食物的一种。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有阿萨伊，然后还有糖、柠檬汁，有一点点的水果和蔬菜汁，但它没有写是什么，还有一些有机的味道。它的配料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然后它也是有机的产品，我自己觉得它的口感是挺好的，甜甜的味道也比较容易接受。还有就是阿萨伊确实是对人体比较好的一种东西，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物，有丰富的 Omega 3 纤维素和矿物质，然后它对皮肤和消化系统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容易堵塞的人喝这个比较合适，对身体还是好的。下面呢是这个我要十分推荐的这个 Manuka Honey， Manuka 的蜂蜜，它是新西兰产的一种蜂蜜，它跟其他蜂蜜的区别就是它的抗菌性非常的强，而且你要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看这个 UMF 的这个值，你看这个超过了10就说明它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， UMF 越高越好，说明它的抗菌性越强。这个蜂蜜呢对缓解喉咙痛、调节肠胃和提高免疫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在使用它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金属类的勺子，因为金属跟这个蜂蜜会发生弱酸性的反应，会影响这个蜂蜜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吸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使用木勺或者瓷的勺子都可以。在使用上呢，大家就可以和正常其他的蜂蜜一样使用，比如说直接吃、泡水喝、涂抹面包啊都可以。而且它这个蜂蜜的味道还是有淡淡一点的果香，口感也是非常的好，喜欢吃蜂蜜的朋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很重啊，是牛油果的油，因为大家平时在家烹饪炒菜肯定都少不了各种油，然后大家一般都会选择那些植物油，比如说大豆油啊、花生油啊，其实是对身体很不健康的。那比较健康的油呢就是像这种牛油果油，
橄榄油和椰子油。那我选择牛油果油呢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，尤其像我们中餐呢，大家比较喜欢炒菜的时候，油温呢就会非常热，那这样呢就会破坏橄榄油和其他那些油当中的健康的成分。这个牛油果油的烟点是很高的，就不容易在烹饪的过程中冒烟，也就是说在炒制的过程中，当你油温很高的时候也不会破坏它的成分。那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牛油果本身就对人体非常的有益，那牛油果的油呢更不用说了，牛油果健康的成分它都有，而且味道也很好，特别适合炒菜、拌菜和烹饪料理的时候使用，所以这个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。这个牛油果呢也有好几种包装，我拿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包装，价格比其他地方真的便宜了很多，所以每一次我买这么一大瓶能用很久。这些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的食物，就算再健康的食物呢也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，还需要我们经常锻炼身体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还有就是尽量保持饮食的多样性。就是因为秉承着这个宗旨，我喜欢比较尝试不同种类的品牌啊，或者不同的食物，哪怕是一些蔬菜水果，这样呢能保证食物的多样性，身体不会缺营养和各种微量元素。那最后呢都祝大家健健康康的，因为身体好才是真的好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